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狗哥阿阳。今天和朋友联系啊，联系他这儿有一窝双血统的金毛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啊，有40多天了，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这金毛究竟有多漂亮。来，好，咱们到了啊，来，看这金毛，哇塞！来来来来，来这小金毛。啊，这只啊，这只很热情啊，这只小金毛很热情，来，我抱你出来，好吧？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我来看你们了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这只小金毛对镜头感兴趣啊，来来，我随便拿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来，那就这只吧，就你了。这是一只小母犬啊，这是一只小母犬，来，哇塞，来。沙滩金的啊，双血统的小母犬金毛，很漂亮。来，嘿嘿，来，再看一只公的，好吧？公的是哪个呀？来，这只是公的，这只是公的，啊，这只有点腼腆啊，有点不好意思哦。你怎么能不好意思呢？就是你，来。这一只，这只比那只大了一点啊！这只来，啊，双血统啊，它就是这个，从这个腿长、结构啊，都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匀称啊。它这个腿长，然后胸的宽度，啊，来放地上，来放地上，来看，害怕啊，有点害怕。来来来，啊，吃花生来了。来看这小腿啊，来看这小腿，看这小腿，来这个爪子啊，快有我四只手这么宽了啊！不要害羞嘛！来，再给大家拿出来一只母的啊！来来来，来这只也是公的，来看一下。对，都想出来。很漂亮啊，很不错啊，很不错。我挑两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，来这只，这是个公的，咱再挑一只母的啊。都是公的吗？都是公的吗？你是母的不是？哇塞，拿了一只都是公的吗？哎呀，终于挑了一只母的，来，这两只咱对比一下啊，啊，看公的和母的啊，差距多少啊？来，来，也不好意思，也不好意思啊，来，来，哇塞，给大家抱一下，啊，我左手边这个是公的，来，这边这个是母的啊，来看一下。他俩啊，他俩，有啥不同啊？哎，举高点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来看他的腿有多粗啊，腿有多粗啊？啊，来给大家看后背。啊，这我估了一下，在13斤左右，不到15斤，啊，40多天，这小爪子，来看，这爪子啊。不好意思吗？你们来放里边吧。哎呀，让他们在里边跑跑，太萌了啊，太萌了。好，今天啊这一期的啊，咱们这个双血统的拉布拉多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。喜欢的啊，金毛，双血统的金毛，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喜欢的啊，评论区留言啊，喜欢的评论区留言。